近日，偶像练习生官方宣布，全能音乐人李荣浩将担任音乐导师，这也是节目组公布的首位导师人选。偶像练习生是中国首档偶像男团竞演养成类真人秀，致力打造全新的中国制造全民男团。作为台前幕后都实力成熟的顶尖音乐人，音乐导师李荣浩将在未来四个月里，从声乐、选曲、改编、制作等方面对100位练习生进行专业指导。对此，不少网友表示，能选择李荣浩当音乐导师，节目组有眼光。